上一讲啊，我们说到房源的线上呈现呢，要场景化、故事化，还要读懂规则。这一讲呢，我们就来说说房源的线下营销。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啊，我们在导论里呢，就介绍过贝壳的 ACN 协作网络。在这个协作网络上啊，我们把整个交易流程划分成了10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呢，都可以让不同的经纪人来参与。这种协作模式啊，不仅能避免经纪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还能提高交易效率。你想啊，在不协作的情况下，你要是想卖掉一套房，那只能靠自己向客户来做疯狂的推荐。但在这个协作网络里啊，所有经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房源，并且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客户。推荐的次数越多，那成交几率就越高。据我了解啊，这种协作模式现在其实不只是贝壳在用。有很多的大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啊，都在逐步抛弃由原来的一人到底的单兵作战模式，逐步转向了协作模式。所以如果你是房源维护人的话，那么为了推动卖房进度，你最好是能把自己的房源推荐给更多的经纪人，让他们多向客户做推荐。我们曾经总结过一条重要的公式，就是房源的成交效率等于房源曝光的广度乘以参与该房源营销的经纪人密度。那怎么才能让更多的经纪人推荐你的房源呢？据我观察呀，负责房源维护的经纪人普遍是有一种心态，认为关于房源的所有信息都在线上了，所有经纪人都能看到，如果有合适的客户自然会做推荐。那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有必要去做吗？我想要分享的一个观点是，看到了信息那是不如实地去感受的。当一个经纪人可以在线上看到大量信息的时候呢，就会变得信息过载，那就和没看到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多做一步啊，让其他经纪人对你的房源有更深刻的感受，那么你的房源被推荐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即使是条件类似的房源，我保证你的同事也会优先想到你要维护的这套房源。什么叫感受到你的房源呢？又怎么让其他经纪人感受到呢？下面我就来展开讲讲。一名经纪人带客户去看一个新上架房源的时候，如果这名经纪人也是第一次到这套房子里来，那么他讲房的时候啊，会很没有质量，推荐成功的几率啊，也不会太高。遗憾的是呢，的确很多经验不多的经纪人啊，还真就是这么做的。但我建议啊，千万不要这样，尤其是作为房源维护人的你，一定要提前为你的房源来组织集中空看。什么叫组织集中空看呢？就是你确定一个时间段，然后邀约附近门店的所有经纪人来实地看房，让大家实地去感受一下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带客户来的，只有经纪人，所以呢，就叫空看。为什么一定要组织大家提前去看房呢？因为在系统里看房源啊，只能算是浏览信息，只有让经纪人站在房子里，有了实地的体验，他才能对房子有更深的印象，之后房子被客源经纪人推荐的概率呢，也就会更大。那么多的房源，如果他能先想到你的房源，你的胜算就是最高的。而且呢，当他实地看过之后啊，房源的亮点就不再只是图片和文字的描述了，而是变成了自己的亲身感受。这样的话呢，邀约客户的成功概率啊也会更高，在带看的时候呢，也会更生动的去做推荐。那么你要如何组织一次集中空看呢？这部分啊，其实我没有太多特别要嘱咐的。你需要做的呢，就是给大家做好介绍，然后呢，卖点有什么，优劣势是什么。想做的好一点呢，可以把资料提前打印出来，让来看房的经纪人都可以带走。所以你发现了吗？这一步的重点啊，根本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制造一个加深印象的场合，营造一个营销的氛围。能坚持做这个动作的经纪人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集中空看经常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客源经纪人啊，当场就想到了这套房子其实特别适合哪个客户，现场就打电话，甚至和客户视频连线做介绍。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认识的一个经纪人呢，他靠组织集中空看卖了一套着火房源。什么叫着火房源呢？不是说这套房子着过火啊，而是因为业主已经买了新的房子，着急用钱，十万火急啊，房子以越快的速度出售呢就越好。但这套房子的条件啊真的很一般，
楼龄很老，1955年建成的，还是顶层，楼道里呢还都是小广告。负责这个房源的经纪人啊，首先是建议业主先把价格调低，同时在大区范围内呢组织了集中空看。为了吸引更多的经纪人能来，他还做了激励，来空看就送饮料。来参加空看的同事呢，他们又一起讨论出了房源的亮点，聚焦在了配套成熟和总价低这两点，然后组织大家以房找客，还都发了朋友圈做推广。最终呢，有个客户关注到了推广信息，房子呢又恰好符合他的需求，结果是这套房子2天就卖出去了。你看啊，这就叫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没做好推广的经纪人。你可能会说啊，组织集中空看也没那么容易，我邀请大家来看房，很多经纪人收到信息以后也不太认真，去看房呢就像例行公事，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经纪人都能来啊，通常都是一个门店派一两个代表来，这要怎么办呢？我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上门讲解，经纪人要主动走出去到附近的门店去做房源推广。门店呢一般都有业务会议，比如每天都会开的我们叫晨会或者夕会，还有不定期开的房源聚焦会，这些时候啊，基本上也是店里人最全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会议上向门店的经纪人来推荐你的房源，你去现场呢给他们讲一遍，也是一个加深印象的过程。但你千万别讲完就走，记得要在现场啊，就让同事们想一想有没有合适的客户可以做推荐的。我之前啊曾经跟着一个房源经纪人跑过这个流程，那一次啊，这个房源经纪人就在店里追着每一个他稍微熟悉一点的经纪人，和人家一起打开系统，一块分析有没有合适的客户可以推荐的。推荐的时候呢，他还会嘱咐，如果你说不清楚啊，我可以跟客户来说，因为我已经看过这套房子了。这样的话呢，效率就会变得更高。这个方法啊，经常是能收获奇效的。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8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啊，有一套房子，这个业主是非常着急要卖掉的，但这个房子在别的地方呢已经挂牌登记了大半年，就是因为房子的视野不好，有大面积的遮挡，所以呢也一直没卖出去。后来这套房源啊委托了链家的经纪人，当时这位经纪人啊打印了200份房源资料，他的目标就是把这200份资料都传递给附近门店的其他经纪人，然后呢他就骑车到各个大区进行宣传。他先后去了丽水桥啊、天通苑啊这附近的30多家门店，一家一家宣传，每家呢大概要讲10分钟。半个月后啊，这套房子终于成交了。有个客源经纪人的客户呢刚好符合条件，是给老人买，想买一个大点面积的房子。这个房子虽然在采光上有点硬伤，但是面积大，价格也便宜。那最后呢，业主还给这个经纪人啊送来了锦旗以示感谢。说完了如何让更多经纪人感受到你的房源，我想说另外一个不太像方法的方法，但是呢又非常的重要，那就是积累你的个人品牌信用。为什么说这个方法非常重要呢？我发现啊，在实际工作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啊，其他的客源经纪人不愿意推荐某个经纪人的房子，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个房源经纪人过往的口碑不怎么样。这种口碑不怎么样啊，有几种表现。比如呢，有的经纪人过去不太愿意跟别人合作，好卖的房源呢，他往往自己留着卖，不好卖的才拿出来和别人合作。再比如，客户约看房的时候呢，都很临时，有的经纪人啊，不愿意帮忙找业主去协调看房时间，还有的经纪人还给别人挖过坑，人家带客户过来了，最后把客户给抢跑了。这类经纪人维护的房子啊，其他经纪人肯定是不愿意去推荐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呢，贝壳给合作门店设了一个门店互评，定期组织大家投票，评价其他合作过的门店符不符合合作共赢的要求，并且生成了一个门店互评分。经核实啊，数值低的门店在业务开展中就会受到相应的限制。经纪人个体呢，也可以在系统当中互相评价，从1星到5星，还可以互相打标签，比如合作热情啊、服务好啊等等。现在很多经纪人都养成了习惯，协作之前呢会到系统里先看看对方的评价还有口碑。在这里啊，我其实不是想教育经纪人们说你要懂得协作要开放，喊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是，那就是越开放越受益。合作就是我们做生意的方法。如果放在以前啊，很多房源的信息如果流传到别人那里呢，那么最终的交易可能跟自己就无关了。但现在啊，在新的协作网络之下，信息越流动越透明，你提供的价值也就越多，越有助于最终的成交。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越开放越受益。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希望经纪人们能做到，你能主动去帮忙。当同事的客户有临时约看等其他需求的时候呢，你能尽量去满足他。当同事需要你帮忙介绍小区环境的时候呢，你能特别认真和负责。这些努力啊，最终都会积累到你的品牌信用里。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了，咱们来做个总结。在协作网络之下，有越多的经纪人推荐你维护的房源，那房源的成交几率就越高。那么，如何让更多的经纪人愿意推荐你维护的房子呢？我的建议是，不要只让经纪人们在线上看房源，你要让他们去实地感受。具体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组织集中空看，营造销售氛围，另一个是主动上门讲解，加深客源经纪人的印象。但是光做这两点啊还不够，你还需要在日常工作当中积累你的个人品牌信用，展现出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啊，其他经纪人才能更愿意推荐你的房子。越开放越受益，这句话可能还不只是对经纪人们说。在整个服务行业啊，尤其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信息的独家啊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信息不对称的钱不能挣也挣不到了，那出路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开放算一个。前两讲呢，我们分别谈到了房源的线上呈现和线下营销。这一讲啊，咱们就来说说业主关系的维护。我们知道啊，前几年房地产市场呢是比较热的，房源的成交周期相对都比较短。在某些热门地区的热门房源啊，甚至会出现房源上线就秒杀的情况。但这几年呢，市场的热度趋于正常了。一套房源的成交周期啊，基本都要在几个月，而在这几个月里呢，可能发生的变数啊就很多了。比如说啊，委托你的业主可能突然变卦了，原本跟你说的是低于某个价格肯定不卖，但是呢，却以更低的价格通过其他中介成交了。再比如说，你希望业主向下调价格，那就能更快的成交，但业主啊，却认为你在故意压价，反倒不愿意配合你看房了。这些变数一旦出现，就可能造成一个结果，你的业主啊流失了。那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见过大量这样的案例，其实都是经纪人与业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针对拿到委托之后的这个阶段，很多公司的培训啊都强调经纪人要积极推广房源，积极的去找客户，很多经纪人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啊，却忽略了跟业主的交流。经纪人往往只有房子的概念，却没有委托人的概念。但其实这个期间跟委托人，也就是业主的交流沟通，对成交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业主之所以变卦了，是因为他着急了。和他同一时间打算卖房子的朋友啊，人家都已经成交了，自己这边呢还没有苗头。如果经纪人能知道这个信息，就可以及时沟通价格，促成成交。而业主之所以不能接受经纪人降价的建议呢，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市场行情。这个信息如果你能和业主及时同步，那业主为了成交啊，一般都是会答应的。在我看来啊，房产经纪人做的不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挣钱，而是帮助客户把信息做到对称。那如何消除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呢？接下来啊，我从三个切入点来跟你分享具体的做法。第一个，业主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二个，经纪人跟业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三个，是业主和家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呢，一个一个来讲。我们先来说业主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开头我们举的例子，如果业主不了解市场行情，那就不能做出利于成交的决策。而且呢，大多数的时候啊，业主也想知道自己的房子啊，在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竞争力。那如何让业主去了解呢？
假如他就是对房地产行业完全不感兴趣，也从来不关心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更没时间去了解细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个环节里啊，我见过一个经纪人，他做的就特别好。他其实呢不善言谈，就是我们常说的嘴笨。但我发现啊，他跟业主的沟通其实是非常充分的。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会给每一套房源都做一个 Excel 表格的日志，里面除了房屋情况等一些基础信息之外呢，会重点记录跟业主的沟通结果，以及他对房地产市场的思考，还有他的卖房思路。具体怎么写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他会记录说房源登记已经到了第26天，看房的客户呢总计有32个，关注房源的客户有43个，目前小区房源热度排名第一。从数据上看啊，各方面的宣传推广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上周末有一个客户本来很有意向签约，但因为贷不了那么多的款，客户选择了另一套便宜4万的房子。结合目前的情况呢，要想尽快成交，我建议再降5万。业主看到这个之后呢，不仅很认可他的信息反馈，还立刻就同意了修正价格。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如果你发现凭一己之力还是没有办法让业主理解市场，那该怎么办呢？可以创造条件啊，让业主自己来体验，甚至参与到销售当中。比如贝壳合作的经济门店经常组织一个活动叫房源交流会，你可以邀请业主来到门店参加这个房源交流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不仅能让业主了解经纪人是怎么营销房源的，还可以了解到别人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业主掌握了足够多的市场信息，就可以客观地调整价格，加速成交。业主光了解市场啊还不够，因为你的目标呢其实是让业主通过你来实现成交，所以啊你还得让他了解你为了卖房子而付出的努力。你可千万别觉得自己所做的所有推广啊带看呀这都不需要跟业主汇报。我见过很多经纪人啊吃过这方面的亏。西安有家跟贝壳合作的门店啊，业主同时把房子委托给了他和另外一家房产中介。房子挂出去一个半月，房主降价跟另一家中介的客户签了约。我们合作门店的经纪人就很纳闷啊，他联系到业主去了解情况，业主就跟他说啊，我呀挺信任你的，把钥匙都交给你了，结果这么长时间呢你也没个带看，反倒是人家带看了3-4次挺认真的，我看价钱差不多啊就卖了。经纪人呢就赶紧解释说，我带看了9次呢，贝壳系统上都可以看到。业主说，那你也没跟我说呀，你就光跟我说他们有客户要看房，问我能不能借钥匙。你看啊，像是带看这种直接跟成交相关的基础工作你都不和业主做汇报，那他就可能以为你什么都没干，更何况还有很多营销工作业主就更看不见了。在这个环节上呢，前面提到的那位经纪人啊，他做的就不错，他就会在 Excel 表格里记录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时间点，甚至还会写上他的工作计划，接下来哪天他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等等。其实一开始呢，他这个表格啊就是给自己用的，直到有一次他需要跟业主沟通一些细节，他就把这张表给业主看了。当时业主就和他说，你要早给我看这个啊，咱俩早就达成一致了。所以后来呢，他才有意识地把这个表格定期发给他的业主。所以直接点说，如果业主感觉你没干活，他大概率就会去找别的经纪人来和你竞争。千万不要认为这种汇报是在向业主邀功，而是业主作为委托人啊，他有知情权，更希望有参与感，因为他比你更关心这套房子能不能成交。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消除业主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除你跟业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业主和家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可能会觉得，业主和家人之间会有信息不对称吗？告诉你啊，大多数都有。我认识的上海经纪人小姚，他就经历过一件事儿。业主看中一套房子呢，想要置换，所以一直不想降价。但是小姚跟业主沟通了好几次，用各种数据啊说服了业主，把价格降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最终呢也顺利找到了买家。但是到跟客户签约那一天啊，业主突然反悔了，这个价格他不卖了。
后来业主跟小姚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房子是我和老婆一起买的，他不同意呢，我也没办法。你看啊，房本上的业主不一定是能拿主意的人，业主着急卖房子，家人可能还想再住一段时间，业主同意这个价格了，家人可能觉得卖亏了，业主信任你，家人呢可能更想找别人卖房。房子呢不只是一个商品，它更是一个家，是家庭成员的生活空间，是家庭关系。所以卖一套房子呢通常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态度啊都可能影响决策，特别是配偶。如果你没有帮业主解决他和家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就很可能呢没办法成交。那你可能还会说，就算他们之间有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距离更近啊，需要我来解决吗？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尽量经常到业主家里进行面访。上门面访呢，你才能观察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也能有机会主动向业主的家人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业主觉得没必要见面，发个微信就行，你就这么跟业主说，我呢准备了一套资料想给您拿过去，顺便我们来讨论一下，最近这个房子啊待看量实在是有点偏低了，您看什么时间您太太也在的时候呢，咱们一块儿来讨论，因为最终啊您也需要配偶出面签字同意才行。通常呢如果业主是诚心想卖啊，他自己也是有沟通欲望的，听到你这么说呢基本是会答应的。如果业主的确是很忙，就是没时间见你，那怎么办呢？那也要尽可能的创造机会给他家人来同步信息，比如上一讲说到过的，提前打印出来纸质资料，让业主拿回去和家里人一块看。如果能直接沟通呢，但还是要直接沟通，也可以用比如说说服业主拉一个微信群，把核心家庭成员啊都加进来，做到信息同步，这样呢你才能知道谁是决策人，这个家庭的决策机制是怎么样的，及时掌握业主需求的变化，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调整卖房策略，以及该去重点说服谁来调整策略。以上啊就是这一讲我要分享的内容了。简单总结一下啊，想要避免客户流失呢，你要消除信息不对称。第一个，对称业主跟市场之间的信息，推动业主去调整卖房的策略。第二个，对称你跟业主之间的信息，向业主汇报你的销售进度，让业主知道你为卖房子所做的努力，让他对你的营销能力始终有信心。第三个，对称业主跟家人之间的信息，及时掌握影响决策的关键信息。以前呢，很多人都认为房产经济啊，就是利用信息差来挣钱的一个行业，但在我看来啊，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未来啊，无论是哪个细分领域，要想更好的服务客户，唯一的路径就是为客户解决真实的问题，而只有信息越透明，才越可能接近这个目标。